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孙鲁豫天课的那些三国杀强力武将。你别看平时流言很强，拿到丈八蛇矛就可以大杀四方了，在孙鲁豫面前都不是事儿，我直接一个指息，能奈我何？憋死他！大家都说黄盖很强，黄盖苦肉得连弩，窒息，把嘴给我闭上。神曹操归心，这是神迹，切，还不是在孙鲁豫面前乖乖窒息。好，就问还有谁？若要动手，就请先杀我吧。